欢迎各位再次收看《胡夫汽车》的变形金刚分享时间，这是我们1736集的节目。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叫做狙龙的玩具，它是可以从机器人恐龙哈一把狙击枪的三变形态的玩具。那我从这个狙击枪开始做起好了，因为狙击枪实在是很占空间，它长度有111公分。那拿在手上的重量感的话呢，就是一个很典型的塑胶玩具的感觉啊，塑胶玩具没错，它是一个摸起来的触感啊什么，就是非常的 OK， 我们可以说国产玩具的感觉，坚硬的塑胶，然后漆面好像不用钱的一样啊，各位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它这个金属的光泽反射起来都是相当的不赖的。以枪形态来说，它当然有一些科幻啊，比方说有一些钢索的这个手臂上这个圆圈。认真看还能看到这个是钢索的爪子吧，手在这里。那其他的话呢，就是你要从底部来看才能看到一个镂空的状态，好吧。那它前面还有这个支架，那这个支架是做什么用的呢？这个就是让我们就是能够靠在地面上的这个支架，如果你要做一个卧射，就是趴在地上射击的话。那么它的狙击镜的话，前后都是透明的这个部件，所以说你是真的可以透过这个狙击镜啊去看到前方的一个景色的，是可以看得到的哦。那这个枪托本身是一个外挂的配件，枪托可以拿下来，前面的这个枪管也可以拿下来。那拿下来之后，它就会变成一个比较短型的武器。那这个长兵器的话，就看你习惯这样子拿啊。那各位记得这个枪托啊，平常正常射击的时候是把它抵住这个肩窝的啊，就是有后坐力的时候呢，我们这个肩窝的话可以啊，瞬间就是把这个反作用力给化掉，收化是吧？然后呢，它的一个这个枪形态就没有什么特别好说，它就是好玩啊。我只能说，这个枪这么大一把，给小朋友拿在手上是非常非常霸气的。那我简单示范一下它的这另外一种形态，就是说，它这个枪前面的这个部分，就把它给取下来。取下来之后的话呢，它就是另外一个，你可以把它变成是一个长矛啊，尖矛，对不对？就是如果说我们子弹打光，还可以拿出来投射敌人，这个是 Javelin， 对不对？ Javelin 是一个投射的标枪啊。那这样拿下来之后的话呢，这个部分你也可以把它折过来，缩短的话呢，就是可以有一个另外一种形态的展示。好，然后后面的这个枪托啊，这个枪托是可以从这个地方把它给拔掉的。这个在变形的时候呢，也是会面临到这个把它拔掉的一个情况，这个后面这个枪托我们先把它拿掉，那这个时候就会变成什么？就是一个就比较短的一个，对不对？这也是一个，所以这种玩具其实也可以说是四变吧，这是一个比较短的一个枪，就是冲锋枪嘛。然后这个狙击镜是不是就是可以也可以把它拿掉了？为什么呢？因为这种枪应该就是不是狙击镜了吧？就是这个可以的，反正就是。打不到人的这种扫射的枪，这种枪通常都是打不到人的啊。各位可以看一下，这是它另外一个短枪的形态。那我们刚拔下来的这个枪托啊，拔下这个枪托也是有点意思。它这个枪托的话，本身可以变形成一只翼龙啊，变形很简单，这个脚在后面，然后前方。我这一集该不会从头到尾就是入镜把它做完吧？这样是不是大家是不是要一边看玩具，还要一边看我，对不对？这个这样对大家好吗？这个地方啊，里头有一个结合的一个小卡扣在这里，稍微扭一下啊，这个在这里扭一下，好，解开了啊。这样一来，它就变成了一只这个飞龙的状态。那它这个飞龙细节也是不错啊，这里嘴巴是可以张开的，算了，掰不开，反正你知道一下就行。就是有一个飞鸟，那你现在看，它就是本身可以变形成一个暴龙，然后还附带了一个翼龙，然后翼龙呢可以跟它合体成一把大枪啊。所以说这款玩具本身的一个玩点的话，是真的是还是挺多的啊。那么刚拔下来这个枪管的话呢，跟这个狙击镜，它们也是很巧妙的，它的这个地方有两处的一个凹槽，跟这里，反正跟这个缺口的话是刚好是可以这样子。以一个滑槽的形态呢，把它给扣进去啊，这样一来的话呢，就变成是一把锤子。对，所以说这个锤子很大，你真的来拿的话呢，都觉得它有一定的杀伤力啊，非常非常，玩点真的是很多啊。
那我们来示范一下它的一个变形过程了啊。首先的话呢，我们把它恢复成一条一个，我也不知道变成龙还是机器人啊。对，应该是变成机器人的一个形态。这个地方的话，它有一个结合卡扣，把它给松开。上方这里的话呢，则是侧边这里把它给松开。那这个地方上面就解锁解开了。那它的胳膊的话呢，就从这个地方转出来，转上去，转下来啊。这个的话呢，会变成机器人的一个手臂。这个地方也是这样转下来，翻上去，转下来，下来啊，非常流畅的一个过程啊。接下来的这个支架啊，顺势把它给转上去，这里翻下来。它这个转的话呢，只有一个方向啊，转错的话它会卡住。再来把这个枪管收进去。第一次变的时候呢，从里头拔出来的话呢，是要花很大的力气的啊。然后呢，我们把整个背部这一块板子的话呢，给解开，从这个地方啊，有一个插进去的卡扣，这个地方把它给弄出来。然后中间这里的话呢，还有一处的卡扣在这里啊，从全部都把它给解开来，这个到时候就是把它给放进去。那么呢，它的一个这个肚子这个地方呢，就是你看得到能够收的东西呢，你全部都把它做一个翻折啊，这个非常的简单，全部收起来。那这个时候它里头的话呢，有一个脑袋在里头，我们把这个脑袋的话呢，应该先把脑袋给拿出来啊，脑袋在这里头，把它的头呢给翻出来。然后这整个部件的话呢，就可以顺势的呢把它给收进去啊，把它给扣住。这个地方两侧都有非常明确的卡扣，而且它是有个倒钩的。那从上方看的话呢，就是这个形象的把它给扣进去。这两个部件的话呢，会形成它人形的肩膀两侧的造型啊，会卡得刚刚好。然后呢，这里一样两处有两个凸的一个结构呢，把它给按进去，把这个脑袋的话呢给固定住。那么它的一个头部的话呢，到时候会再翻转。那这里的话就把两侧给打开，这个就看得到了，通通都把它给折起来，这样子非常的 easy。 它的人形的胸甲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枪托的一部分啊。这个结构的话呢，在变形成龙的时候呢，这块部件呢是完全没有去使用到，只有变形成枪的时候会用到啊。然后下半身的话呢，我们两侧就把它整个给掰开来，整个给掰开来啊，两侧的话呢把它给掰开。那这里要注意一下，就是说这一块部件这里啊，它是一个前后去咬合的，所以你要这样子用拇指这样捏，把它错位错开来，这个地方才能够完全的解开。那就继续的把这个两腿通通给打开，全部都给打开。那变形成这个人形状态下的话呢，可以看到这里啊，我们把这个地方给解开来。你看这里变成枪的时候，就是这个地方，这个扣这里，这个扣这里，这里有个凸，不是扣上面这个啊、哦，要扣这里有一个隐藏的一个洞在这里啊，这个地方记得，各位只是提醒一下，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脚部这个变形的话呢，这个角度看起来有点羞耻哦，这边是已经变形完成的形态。那我们可以稍微对比一下，主要就是这一个原本变成这个枪的这个板机的这个地方，你看到没有？它这个地方有一个凸，这里有一个凹，要跟这个龙形的头这个地方做一个简单的结合。那它原本是扣在这里，现在我们把它松开解开之后，整个给推过来。推过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先把里面的这一块部件啊，就是这个龙的这个尾巴这个部件，先把它给推到外侧去。然后呢，这里要注意一下，保持住这个地方啊，这里这个龙的这个头的这个地方，这里有一个凸跟凹的一个卡槽，这里必须是卡住的状态啊。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翻转这块部件，翻转过来。然后呢，这里有一个锁扣在这里，把它给解开来。好，解开让它呈现一个松脱的状态，折进去。到这边你看到没有，这里我们就把它给合上去，你只要记得把这个地方合上就可以了。其他的地方的话，就从侧边这里把它给往中间的这个缝隙里头把它给塞进去啊。那这边的话呢，就用力的把它给扣上去。巨龙的话呢，它是在人跟枪的变形的时候呢，是有一个腰转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把它的腰部呢给转过来。我们来看它的机器人形态啊，其实它的头部啊，本来我应该给各位展示一下它的发光的，但是呢，我买的这个电池的话呢，它上面说明书写的是 CR927， 然后五金行跟我说 SR927 也可以通用，但是我买来之后呢，却发现无法闪亮啊，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啊。各位知道它的头部会发光就可以了。那它的一个两只手的话呢，都可以持武器，它的一个手的话呢，一手的话可以拿大锤，大锤的话呢，中间有个洞，洞的话呢，跟手指头无名指处的一个这个孔洞的话呢，可以做一个简单的组合。那另外一手的话呢，则是拿着这把小枪，小枪主要的功能是它这个前面有个磁铁啊，可以用来触发头顶的发光的装置。
那各位可以那个按你自己的喜欢的话呢来做一个武器的搭载。由于呢肩膀呢都有非常强力的这个齿轮关节的关系，所以它即使是持重武器的时候呢也完全不会有一个松啊，或者是我才刚说不会下垂，你马上就下垂一个角度啊给大家看啊，这样子啊完全是非常非常 OK 的。腰部的话呢可以做一个大旋风式的一个旋转，那这个膝盖的话呢有齿轮关节啊，腿也有，侧踢也有啊，声音大小不太一样，但支撑力度还是有的。这个是金属部件的这个脚趾头可以动，那其他的话呢就没有一个接地的一个关节，各位知道一下就行了啊。那它身上的话呢都有一些小字啊，比方说是什么2653啦，2263啊，还有一些印刷的这个字体。那我们来记住它的一个机器人变形成龙的一个变形啊。它的手部的话呢是把侧边这里从侧边这里给打开，然后的话呢整个给往下拖下来到这里，然后呢再重新做一个组合。那在这个时候的话拳头就是必须要握拳转正，这里扣上去啊，这样一来就形成了恐龙的腿了啊。它等于是说把这个人形的手啊给加长，那这个拳头记得转正啊，拳头握紧，这样子过来到这边扣上。 OK， 这个脚的话呢，龙形的腿呢就这么样的变形完成。再来的话进行它的一个腿部的话呢，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就已经有一个龙的一个头的一个形象在这里了，我们就把它整个都给拆开，你看得到的呢通通都把它给掰开来，然后这里有一个锁扣在这边，记得把它给打开。打开之后的话呢整个部件呢，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龙形的一个手爪在这里，其他的部件呢通通怎么样呢往后面转过去就行了啊。这个形象各位应该能够一目了然就能够看得出来了啊。到这边，好，到这里，这个部件的话呢往内折一下，来我们来整理一下它的一个后面啊，这就是做一个简单的密合了。那因为我们这个人形的这个腿这个部分呢，你就是向上调整一些特定的角度，我们要做的呢是把它的这一个凸啊，这里有一个凸啊要扣进这个洞，那两侧的话呢就是做一个对称的一个组合，其他的部分呢就是顺势往下放啊，到这边，那最后的步骤就是把它们密合起来。尾巴的变形处呢有一个地方要特别留意一下，就是这个原本是枪的这个支架的这个东西要跟后面的这个地方做一个组合，从这个地方要记得要把它给扣进去啊。那其他尾巴的部分就很简单了，全部的配件通通都给拉出来，然后呢两侧的话呢就做一个组合。它的恐龙形态也是非常的吓人的，这个长度应该也有40公分以上啊。那其实它并没有很像暴龙啊，我觉得它的一个特征来说还是比较类似像什么迅猛龙之类的东西，这个头身的比例不感觉不是很像暴龙啊，反正没关系，反正我也不是暴龙的专家。那眼睛本来也是会发光的，但是不知道为什么我买的电池啊它是没有能把它给触动啊。在整个变形成龙的时候呢，这个地方的两个锁扣是上下锁的啊，可能需要稍微练习一下下才能扣进去，其他的话呢都没有什么问题，漆面的话呢也做得挺好。然后在恐龙形态下，我觉得吧啊，它的形态可能是三个形态里头，我觉得恐龙应该是我会拿来做一个摆放，因为它的大小尺寸啊还是蛮霸气的。机器人的话呢虽然也不赖，但是我感觉还是稍微瘦单薄了一点，恐龙也不胖啊，但是比机器人要稍微好一点。枪是很帅，但是太过于巨大，111公分真的太大了啊。那这个牙齿的话呢是有做出一个尖锐的感觉，那嘴巴能张开的幅度没有很大，顶多也就这么多了啊。头部的话呢上下可以动，这里还有一处关节可以往下动，但是呢这里会爆开啊，我们就不做这样子的一个展示，还是把这个头啊往上推一点点啊。那龙形态下的这个腿啊，我是感觉也是稍微偏长了一些些，但是呢你要想想看，综合一下，它是一款可以三变的玩具，在龙形机器人跟这个狙击枪当中的转换都是非常非常简单的。我大概给各位简单的复盘一下啊。
基本上这个手部的部分呢，只有龙跟机器人的时候呢是需要做一个伸长的替换，其他几乎都是在变这一块，也就是机器人的这个腿部的这个部分。那它都有非常明确的组合卡扣啊，其实也一点都不困难的。那整体来说的话呢，形态转变的容易，还有三个形态都是及格线以上的表现，真的是一款非常非常舒压的玩具啊，很推荐啊。以玩具这两个字来说，这一款是非常非常可以给予高度肯定的。那今天的话呢，就给各位进行到这边，非常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下期再见，拜拜。